这女孩子看起来非常好、啊，哪边不甜美？个性很好看，光阴还蛮甜美，就是好女孩来。而且你看看她的名字，韩玲，多漂亮、啊！是韩玲，跟我爷爷。韩玲，你有被男生新娘抱过吗？有，可是不是现在这种时候。好，那 Leo 新娘抱韩玲离开现场哈。我怕她腰会断掉哎。不会，她很有力气，她很壮，她很壮，她有练泰拳。好，嗯。跟小时候照片很像。短发啊，你在爱短发？玛丽亚，我个屁呀！我，你在爱短发哦。玛丽亚没有交过男友哦，很纯情哎。咖啡，新娘抱吹头发，还有这件事。所以，我有喷发胶啦，我怕他吹不起。一定要吹，那你吹轻脸颊就好了。我肺活量超大。那你把头发这样塞到耳后，让它亲你脸颊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能当然可以啊。当然可以。我觉得那个如果没有交往过男生的话，亲完脸颊后大飞要负责任吗？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亲没有关系，不用负责任。对，因为也是有很多联谊的时候被亲脸颊，只是都无疾而终这样子。OK。所以脸颊不要讲的自己好像很有经验这样。希望你们这一次是有疾而终。有疾也不好，疾大飞新娘抱。